五、参考馆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。一、服务的热忱和技巧。可参考陈深、殷同坤教授的文章《930501陈教授专题演讲题》。深图书馆形象力，建造馆员新形象。一、亲切服务，以当读者寻求服务时 ，A 迎客、暂停电话、站起来，身体略向前倾，保持适当距离。B 询问 ，May I help you？ C 倾听，双目注视对方。点头微笑，速记重点。D 回话，轻声细语，和蔼可亲。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完毕，别忘询问是否满意。二随时注意礼貌，一多用请、谢谢、对、不起、不客气。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、陈老师、李同学、校长。三善用肢体语言，不可双手插腰或交叉在脑前。四无法及时服务时，需表示歉意。五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。二经过参考服务专业训练，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6至17章 Underscore。三高等教育和广博的知识，读者多元化，所以馆员专业水准要很高，需有各科系的人才。四了解各种资讯资源及其使用法，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5章图书馆的参考资源。五外语能力，因应外籍新娘与外籍女佣外劳的需求，需要更多外语人才加入服务行列。六具备电脑及网络基本知识及其操作技能，并熟悉资讯新科技之使用方法，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5至17章图书馆。要熟悉网络及电脑应用，善用索引与索引点资讯检索，检索语言与资料库的用法。六参考服务的层次，王希章。一有限说，参考馆员让读者自行寻找答案，适用于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。无限说，参考馆员必须为读者寻找答案，专门图书馆多采此种层次。折中说，参考馆员因应实际状况，采取弹性的方式因应公共图书馆多采此种服务层次。二保守型 conservative， 自由型 liberal， 温和型 moderate。 1930年威尔 Wire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，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、无限说、折中说。三最小程度 minimum， 最大程度 maximum， 中等程度 medium。 1961年罗斯坦 Rothstein 针对图书馆参考服务层次所区分之三种类型，亦相当于上述之有限说、无限说、折中说。七参考服务的范围，一以和读者的互动性来说， A 直接型参考服务，以参考馆员答复读者的参考咨询，面对面、书面、电话或线上，
利用各种快速参考资源帮助读者寻找答案，运用专业知识及资讯检索技巧协助读者搜集所需资料。二、快速参考服务应至少占三分之一的比例。三、利用教育。四、阅读指导。比间接型参考服务包括一切在幕后协助读者利用或检索资料的工作。二、以服务的管道来说，面对面、电话、书面、传真、email、线上参考咨询、线上互动式表单、BBS 等。三、以服务的项目来说，A 参考资源的搜集及汰旧换新 ，B 资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 及文献传递 document delivery， 以协助搜集资料。二、专题选萃服务 SDI selective dissemination information， 可用 PDA 无线上网。三、限期期刊目次服务 CCS Current Contents Service。 四、文献传递服务方式包括以邮寄、传真、 email、 aerial 电子全文传递等方式。 C 图书馆利用教育、图书馆及资源利用指导，以引导参观图书馆、图书馆之旅斜线 Library Orientation 第一层次。二、办理图书馆各种服务及资源利用指导活动 Library Instruction 第二层次。三、书目指导 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 第三层次。四、其他，办理各种推广活动，以宣导利用图书馆，编制图书馆和图书馆各种资源的使用说明或宣传品。请参考以下的网络资源：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大纲。一、认识图书馆的设施和功能。二、学习图书馆的利用规范。三、认识图书的结构和版权。四、认识非书资料的内容和利用。五、认识图书馆的分类和排架。六、认识图书的目录和利用。七、认识参考工具书的内容和利用。八、了解图书馆资讯的流通和利用。九、学习阅读方法、撰写摘要和报告。十、学习资料剪辑和资讯检索。十一、善用社会资源，扩展求知领域。十二、图书馆与多媒体中心自动化的利用。曾雪娥，终身学习与图书馆的推广服务，台北市立图书馆馆训13:2 P 26年3月4 D 办理馆际合作服务，可参考谢老师编的讲义第13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馆际合作服务。一、参考咨询 Reference Interview 以及咨询记录的汇总和保存。一、参考问题的类型大致有五 WEH。 一、指引是行。二、变懒快速参考斜线事实行。三、主题特殊检索行。四、研究行。二、限制答复婉拒回答之问题形态国家图书馆。一、法律与医药问题的诠释。二、古书古董
美术品的市场价格查询及真伪鉴定问题。三、书信文件翻译问题。四、数学、统计、技术工程、微积分等之计算或解说问题。五、考试有奖征答、猜谜问题。六、人生及个人问题。三、参考物谈的步骤。四、参考咨询记录的保存。八、参考服务的评鉴。一、评鉴的目的，促进管员熟悉业务并配合时代环境变迁做适度的调整，管藏引进新设备。二、评鉴的项目，参考资源的值和量，斜线参考管员，斜线参考问题分析，斜线解答分析，斜线读者分析，斜线幕后工作。三、评鉴的方法。 A1 评鉴者分调查介入法、调查不介入法、读者作为评鉴者、问卷调查法。 B1 评鉴工具分问卷调查法、面谈法、参考咨询记录分析、参考服务统计。参结论。这次学习内容很专业，需加上参观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图书资讯馆的心得，他日有机会服务在从实作中进一步学习，报告做得很匆促，尚请见谅，智慧虚假以时日增长，感谢师长的教导，助我开拓视野，开展思想领域，也得到专业知识的概念了。报告虽不尽理想，却也花费不少时光了。参考书目 References。 薛文郎1995。参考服务与参考资料三版。台北县中和市许生。胡树照、王梅林2003。读者服务。在图书资讯学导论出版页257。台北市汉美。张纯纯等2003。参考服务概述。在参考资源与服务出版页285326。台北市空大王锡章1997。参考服务的起源和发展。在图书馆的参考服务理论与实务出版第二章页42年4月7。台北市文史哲国家图书馆。参考服务原地网址 http://rev.ncl.edu.tw。 谢雪英老师编的讲义《图书资讯学概论》第十二章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参考服务2004年版附录930501陈教授专题演讲，提升图书馆形象。提升图书馆形象。树德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陈生教授。提升图书馆形象。一、一般人对图书馆的形象。一、何谓形象？对于一特定目标，诸如国家、种族、机构、个人、事物等等的内涵、外貌及言行活动所产生的反应、感受和评价之综合印象。
二，想象你脑中的形象。一，孔子，至圣先师，不轻易言笑，好学不倦。二，玛丽莲梦露，性感女神。三，西部牛仔，野性豪放，好斗，酗酒，好赌，好色，投机，冒险。四，中国成华人，阿 Q， 刻苦耐劳，胆小，保守，守财，麻将迷，喝茶族。三，一般人心中的图书馆形象。以一位读者对图书馆印象的转变。五十年代时，大鱼借书，大鱼月报杂志，大鱼约会弹琴，大鱼准备考试。六十年代时，大鱼自修，大鱼阅读期刊，大鱼写论文，大鱼休闲听音乐。二，对馆员的看法。一，美国人，六十年代，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妇女，缺幽默感，神经质，衣着过时，装腔作势，长舌。二，国人看法，表情呆板，缺乏笑容，晚娘面孔，埋头看小说，不爱说话，打毛线，电话长舌。三，学校图书馆地位，校内边缘单位，对学生课业没啥贡献，闲差单位，养老院冷宫，不讲究绩效。二，建造馆员新形象。一，亲切服务，宜当读者寻求服务时 ，A 迎客，暂停电话，站起来，身体略向前倾，保持适当距离。B 询问 ，May I help you？ C 倾听，双目注视对方，点头，微笑，速记重点。D 回话，大鱼轻声细语，大鱼和蔼可亲，一亲自或一教他人服务。完毕，别忘询问是否满意。二，随时注意礼貌。一，多用，请，谢谢，对不起，不客气。二，尽可能称呼对方陈小姐、陈老师、李同学、校长。三，善用肢体语言，不可双手叉腰或交叉在脑前。四，无法及时服务时，需表示歉意。大鱼，抱歉，本馆目前没你要的资料，你是否愿意预约？大鱼，对不起，我找到将立即通知你。大鱼不可直说，不知道，在那边，改天请来看看。五，不可说出损人自尊的话。大鱼，这么简单也不会长。大鱼，你电脑打字真逊。大鱼，太粗心。三，发挥敬业精神。一，在柜台执勤时，不可大鱼打电话聊天，大鱼修指甲，大鱼看小说，大鱼打毛线。二，早开晚关。三，开馆前需万事就绪。
四，仅可能亲自服务。四，重视服装仪容。一，穿着整洁端庄。二，不宜浓妆，不可不修边幅。三，不可有狐臭，保持清香味。四，不穿会发声的鞋子。五，走路不拖得响。五，营造个好环境。一，提供优雅的环境。大于造型、设施、色彩、整洁。二，指标明显。三，人性化布置、动线。四，洗手间有纸巾及香水。五，配合节庆。六，其他手机角落。三，结论斜线建议。一，认识服务业新观念。以图书馆是读者导向的组织机构。二，图书馆是属非盈利的组织。其一切努力均已满足读者需求为宗旨。二，重建新形象。一，形象是可重建的。二，观念态度习惯。形象尊重。三，好形象利己利人。三，强化馆员心理建设。一，敬业斜线专业。二，养成说好话有好面孔。做好事的习惯。三，做好分内事是好形象的根本。四，结论。谢谢大家的忍耐。